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话时话咧，真系好捻神奇。上个礼拜咧，我哋阿靓女阿 Yan 上嚟介绍嗰啲产品之后咧，咁其实我所有产品都有喐动下，但我未摆好晒盘货啊。最神奇就系我哋嗰支3220蚊嗰支咩导入嗰啲铁嗰支铜嗰支嘢，哇！我买咗成即系，我谂有六七支啊。喂，我都喂，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系乜嘢嚟，但系女仔知啦。OK， 系啦。咁啊，跟住嗰啲颈。話舒緩頸啊、膝頭嗰啲啊，又買咗好多，我都未擺貨出嚟啊！而家咁大家唔好咁心急啊，因為我要等我翻嚟咧，等我翻嚟我先慢慢搞，要編好曬啲曲碼，就咁擺出嚟賣梗係做得啦，但我唔得嘅，以我性格係要擺好佢，整好曬啲 size 先。咁啊，我有兩個新產品咧，咁啊等我翻嚟試。咁其實近排實在太多 supplier 聯絡我哋，咁啊實在太忙，咁我又要試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咁有據聞有兩隻嘢，我聽落好神奇嘅。第一隻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嗰班老友啦，就科研嗰隻產品，咁又話係咩食療定乜嘢係安眠藥嚟嘅，但係又唔係藥，可以食嘅，即係全部係食療嚟嘅。咁效果好好，話佢哋自己做個臨床咧，長期失眠有啲人係一個禮拜瞓唔到兩個鐘嗰啲人咧，食完係幾日之後咧，好快見效嘅，咁神奇。咁都算啦，我話等我翻嚟先講。而家另外一個最離譜。今日叫我咳，哎呀，早早我帶支乜嘢俾你啦？我咪諗嘢咩啊？佢話：屌我咳王，咳王啊！佢話總言之，無論咳到黐肺，咳到乜都好，一飲即刻唔咳。咁撚犀利？哇！應該即刻。佢講到咁樣喎，佢講到咁樣喎。我係撚唔係啊？我係嗰一飲即刻唔咳。你講到咁樣，係咯。屌你老母閪！我好埋個星龍王，我覺得香港人都一尤其是我轉天氣咧，邊個唔咳啊？實咳㗎啦。係啊。係啊。咁你啲空氣咁樣，啲氣管又收縮啊咁樣。咁你話仲要係一飲就唔咳？哇！屌你都乜神藥嚟㗎，係嘛？佢話想同我調一個deeper relationship， 即係嗰條唔好講邊個，即係中大嗰條友啊！屌你deepe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屌你咩無撚端端？喂，我屌你老母同你都冇 relationship， 你調一粒乜撚嘢啊？咁咩 deeper？ OK， 拗撚曬頭。OK， 好啦，唉。即係呢啲真係淒涼啊！而家唔知咩環境啊！咁醫管局呼籲啦，咁我就先我有啲當新聞咁賣啦。咁我相信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嘅咩咧？有個咧媽咪咧上個喺九月中啊，咁啊懷孕到29個禮拜，突然間氣喘水腫，咁啊去急症室啦，威爾斯親王醫院，咁啊發現咧肺動脈高壓情況危殆 ，OK， 咁啊緊急安排病人。緊急剖腹咁控制病情啦，咁其實就未足月啦，29周都我唔知啊，都差咁幾多周啊？本來三十幾噶嘛，係嘛？好啦，但係咧病人產之後情況仍然未見好轉喎，咁而家都係依賴呢個體外人工心肺支援為生，咁轉介接受肺移植嘅評估咧，咁獲緊急列入呢個肺移植嘅排名名單 number one 啊！咁醫管局就呼籲啦，如果有離世親人咧，係嘛 touch wood 咁出現腦幹死亡咧，咁可以聯絡佢哋啦。即係只要你係體重45至60公斤啦，血型係 B plus 或者 O plus 啦，都適合作為捐贈者。嗱，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嚇、你最淒涼就係個仔出咗世咧，媽咪一個危險啊嘛，係嘛？咁所以咁由於鑑於佢情況危急啦。醫管局而家除咗積極為本地病人尋找合適嘅肺臟以外咧，亦都想盡快通過相關程序向內地尋求幫助。OK， 嗱，其實就永遠都係嘅。老實講，你嗰個鋪越大咧，你揾到合適嘅器官咧，就越容易嘅。咁就正如佢哋13億入邊，佢都揾啲合適器官㗎。多咗700萬嘅合適器官，係咪都容易咗咧？咁當然係啦，應該係互惠互利嘅喺呢一層面。咁根據過去經驗咧，咁往往咧就係我哋著數多嘅。點解咧？因為佢大啊，嚇我哋細啊，我哋要揾合適器官喺嗰度揾係容易嘅。佢咁多，佢嗰邊佢本身自己都可能揾到啦，嚇。咁但係香港人就係唔信啊！你唔使同佢解釋㗎。即係
你或者你盡力去解釋啦，就係、是、唔信啦。而家去到呢刻，我覺得呢一種唔相信、呢一種唔信任，你特區政府都有責任嘅，係、嘛？咁就唔係下下屌跟住人哋，即係取消登記，你又話人哋，又話人哋咁，又話人哋咁，係嘛？你問我去到今時今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你梗係好想幫啦、但係一諗到，我唔係講呢一單 case 一諗起咧，上面即係我哋睇得太多報道啊，你又唔出嚟澄清，就算聯合國問你哋，你都冇，即係都答唔到。即係嗰啲啊，點解可以有？點解你個科技咁先進，淨係嗰度都真係值得人哋懷疑啦、即係你其他醫學又唔見得你咁叻喎。好啦，咁另外呢啲環境就出現呢啲人啦。廉政公署控告百佳超市前主管同埋另外三條友。控告他們什麼涉嫌偽造十三個鬼工出勤記錄320萬，是什麼事呢？有一個人在百佳，我想是 supervisor manager 之類的，另外有一個被告呢，是一間叫盈匯倉庫有限公司的前助理經理，另外有兩個被告就是、這間盈匯、倉庫有限公司的外判臨時工人，或者不是盈匯的，但是外判臨時工人是什麼關係呢？因為那個百佳的經理是一個 party， 百佳在火炭呢就有個倉的，用來 pack， 用來收貨，用來 pack 東西等等、那個倉就判了給個盈匯倉庫有限公司，於是乎有第二個被告就是、這個戴建文，就是盈匯貨倉有限公司的前助理經理，夾埋嗰兩個工人咧，就係、喺盈匯貨倉入邊做夾住啲臨時工人嘅臨時工人嚟嘅。喂，咁點解我話佢係唔知佢係咪盈匯咧？因為可能又再判咗俾第三間公司噶嘛。咁呢兩條係臨時工人，佢哋所謂嘅臨時，我諗因為佢係 contract 啦，我諗係合約員工啦。因為佢兩個職責就係負責咧。及住即係管理其他臨時工人嚇，咁咩事咧？哇！原來竟然有人埋喺度，唔講邊個喺四個被告，連埋另外兩個人，加埋六個人。OK， 有人喺百佳位於火炭嗰個倉附近租咗個寫字樓，我唔知咩寫字樓，可能好細 ，whatever， 唔知咩事。然後咧就裝一買咗一部一樣 model 嘅。打卡機用一啲咁撚蠢嘅方法啊，即係都唔係話蠢嘅，其實係鬼嘅，但係幾簡單，你話幾容易突破。而家其實邊有人打卡㗎？個個用電腦 scan 直接拎去個 HR 啦。好啦，咁於是乎咧，每一日咧都有人偽造打卡嘅記錄，打完卡啦，因為點解咧？安全啦。如果喂喺百佳度打卡，即係要我咁樣出古惑咁多人，喂你有閉路電視影到，點解你喺度咁逐個 box 逐個 box 啊，逐個 box 啊，逐個 box 啊？你又或者你話唔係，我逐張打一次，咁你有真係要有員工喎、佢哋而家因為佢哋個呃法就係偽造員工，偽造咗十幾個員工，呢啲係冇人出現過嘅、我唔知攞身份證定點樣啦。咁於是乎，如果喺附近嘅地有個寫字樓，或者租個100尺又好，或者我嚟做豆口啦，200尺啦，唉，唔好唔緊要啦，裝部一模一樣機，只要每一日假撚定嗰十幾張卡，假撚定就翻到去袋住你冇人睇到啊嘛，翻到去。就插翻落公司嗰度，第日第晚攞佢又攞走去，又第二朝就又打，又攞走去就打卡收工啦，即係咁樣啦。佢呃咗幾年喎，好嘢我都嗱呃到嘅嗱但係問題咧佢報咁多 manpower， 你個生產力係點樣先係嘛？咁但係呃到嘅嚇，你啲人下面啲人屌佢勤力啲咯，屌剝削佢哋。但係我計一計六條友。而家呃咗320萬兩年，真係好啦，唔撚簡單㗎。而家揾成個8000萬、10萬、8萬，除24個月，當六條，我當平均啦，應該唔係平均。屌，其實兩皮零嘢嘅喎。咁我個經理嗰啲，我明知嘅百佳經理，我起碼要得10皮8皮啦。咁你哋咪可能得1皮咯，即係之類咁樣啦。咁啊，你偽造咗13個假人假，即係鬼工人。好啦，咁啊。廉署早前係早前啫，收到貪污嘅舉報。嗱，而家告4個，咁你問我咧，
可能嗰兩個唔夠料，但更加可能咧分裝唔勻，有人報串，嗯，或者人而家離咗職，真係報串。屌你老尾，嗰、那個百佳經理都係42歲啊，戴建文41歲，冇啊，揾食難就係咁樣樣啦。如果唔係點講？唔係啊，用最簡單嘅方法，我都成日話用最簡單的方法，使乜咁辛苦啫？屌你有冇凍鳩佢？係咪先？買咗每一樣嘅卡機咪得咯？一個 model， 我話標位都對諗到啱曬嘅。好啦，另外嗱呢單新聞咧，我反而唔係好講個內容，就係、是、到此涉嫌謀殺智障女嘅時候，咁啊控方咧就揾咗息息元黃大仙嘅紫監院李耀輝。用專家身份嚟作供，係啊，嗰個神棍，係唔好咁講，一陣我哋先睇個相先。咁好啦，辯方律師咧，嗱外籍律師嘅，老實講，佢呢啲盤問咧係好合理嘅，因為係辯方啊嘛。嗯。啊，嗱呢一個專家身份咧，我唔好話係神棍啦，輝哥，佢就話啊，正統道教規定係唔能夠接觸異性身體。另外中嗱咁呢樣嘢我唔知唔識啊。是不是有規定定冇咧？我都唔知道，規定同即道教係冇係兩件事嚟嘅嚇。嗱、嗯，中國傳統宗教永遠唔會用暴力作法事，係咪咧？係咪永遠咧？我又唔知道，因為我譬如我睇戲，屌你老撚樣，揾把桃木劍搏鳩嗰啲鬼上身，鬼上身嘅嚇、嗯啊，又係咪算唔算暴力咧？嗱，佢話誒，總言之，正宗嘅道教作法。所以在廟同埋嚴肅的場所，絕對不會喺私人場所進行呢、這個，我就真的不覺得係啦。有陣時候，譬如你佢自己講噶嘛，茅山都是道教的一支嚟噶嘛。嗯。咁好多時佢哋都即係譬如我見到啲茅山師傅喺佢哋嘅都有陣時會喺私人地方，即係幫啲人哋嚟驅鬼啊咁樣都有嘅喎、嗯。喂，好啦，代表呢、這、一個即係啊被告。嘅外籍大律師阿 Bill 啊 ，Travel Bill 就盤問，咁啊，其實佢都係問啊，好合理嘅嘢嚟嘅，因為佢個方向咧，即係證人個方向，阿專家就係話呢條肯定唔係道教友，呢條肯定係邪教友，佢係道教唔係做呢啲嘢嘅，而辯方就梗係話喂唔係喎，你點覺得佢係邪教啊？佢呢個可能真係佢嘅法術嚟嘅喎。嗱，講真的，邪佢就話，你話邪教有乜嘅定義咧？其實啊，好，你俾我，我覺得好簡單嘅犯法咪邪教。你有啲嘢犯我當地嘅法律嘅嚇，咁、啊、有啲人甘心噶嚇。你、啊、譬如你話而家宗教好多喂抽你啊5% 嘅，咁你哋唔會覺得佢係邪教啊？5%，你唔俾亦都冇乜大不了嘅。會有啲唔係嘅喎，屌你老母有呢類。哇！你呢個月俾得少好撚多喎、啊，跟住你個老婆要俾我屌喎、啊，或者要你屌屌你老母阿 John 個老婆咁樣喎、啊，咁你已經覺得係咧？其實你話有冇具體定義係冇嘅，咁但係你犯法嘅咧，好撚古靈精怪啊！咁你有啲就算唔係犯法，好似我琴日見到啦，就有人喺Facebook share 出嚟，咁有啲國家，我睇落去應該伊朗嚟嘅，定應該伊朗唔係沙特阿拉伯嘅啊？屌你咩條靚妹10歲到？咁啊，俾人哋話要嫁人，就捉佢去簽名，話自愿啊！那個靚妹堅決唔簽嗱嗱，屌你有冇西方啲左膠？又係乜嘢啊？哦，呢啲叫人哋嘅文化。屌你老母係！你話而家你阿富汗點樣？咁啊，嗰啲算唔算佢嘅邪教？屌你老母！你問我係咯，梵蒂岡咁多年來，哇！嗰啲即係有淫賤啊，有丹腐啊，嗰啲算唔算？喂，嗰啲淫賤人，我都係人性個弱點嘅，最弱啫。但係跟住再要包庇啲醜聞，嗯，甚至乎更甚者係將一啲啊可能會發聲嘅人消滅。屌、你諗呢點知係邪教啊？好啦，咁啊律師進一步問佢何謂邪教啊？他話：從被告呢個專家嘅證供嚟睇，被告一定係屬於邪教。其實咧，老實講啊，咁律師就問係啦，因為講得笨柒啊嘛。邪教由邊個決定啊？佢話基於人性同埋道德，同埋道教入邊不準與異性有接觸嘅教義嚟定斷。好啦，老實講，其實呢個人可能係真係道教嘅修行人士，佢做得唔好啫嘛。
佢自己人有問題得唔得咧？嗯，佢自己有人有問題都得噶嘛？嚇、啊，你唔能夠肯確即係肯定佢係邪教噶？你憑乜嘢？於是乎個律師咪會有咁樣嘅話咁嚇、啊？你話佢邪教，你邊個嚟定義啊？屌你咯，拍台喎、啊！呢啲西方人唔識噶啦，仲跟住仲向法兇法官喎、啊，又唔算兇啦、啊。喂，辯方係咪想將邪教撥入我哋正教嘅道教啊？咁法官話呢個係辯方盤問嘅問題嚟嘅啫，嚇、啊。我覺得你要揮邪咯。嗱、啊，老實講，我哋乜都唔好講，我哋睇到李耀輝個樣，我哋唔好因人而廢言。我哋睇個服裝，我哋睇下先。冚家產，我話俾你聽。嗱，我唔識佢，我亦都唔知黃大仙做啲咩壞事。冚家產，即係你哋咁唔中意我唔知。我就但係我見到你咁嘅諗樣，一定唔係好人。係啊，屌你老母！你睇下咁閪樣，仲要裝我咩白球？屌你老母！你撲街死啦！你話呢條撚有冇屌閪啊？你估？屌你老母！鬼靈精怪，呢個道袍咩？屌你老母！你冇個好樣，所以而家啲黃大仙唔撚準就咁解啊！嗯，屌你老母閪！你最多咪成日揾啲建制派出嚟搞咩愛國活動啊？屌你老母！我真係唔係話唔關，我唔理建唔建制派，我純粹睇個樣嘅。邊有一個屌你老母即係得道唔係高僧啊？有修為嘅人嘅閪樣，屌你老母啲咁嘅短命樣嚟㗎！屌你老母閪冚家產啫，真係屌你嗱！可能我睇即係我唔識啦，你就喺台睇落閪眉，屌你老母閪呢啲咁嘅撚樣，屌你老母真係～屌狗撚咗狗狗出街嘅啦，好撚嘢！屌你老母臭閪，唔好你用電話啦，笨柒！屌你老母，唔係我哋偉大祖國發明啊！今次我同阿先師講數啊！屌你老母，同佢唔夠講喎，佢咁講出嚟嘅。好啦，下翻返嚟先。咁啊，李儀逝世兩週年啦，10月5日，咁啊，台灣資深嘅傳媒人邱更詩咧，咁啊喺台北舉行《我與李儀：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嘅新書發布會，嗱老實講佢唔發布真係唔知。咁啊向公眾咧啊細個數佢同李儀40年嘅關係啊，咁5年嘅越軌苦戀啦啊，同埋原來喺阿李儀先生咧逝世前嘅4個月咧，兩個咧就啊結琴為夫婦，咁將啲事情都曝曬光啊。咁啊有份出席發布會嘅香港著名時事評論員陶傑偉。是不是香港時事評論員啦？仲應該英國時事評論員喎。咁啊，佢話咧，希望從邱更詩女性之嘅角度，讓更多人了解李儀同埋嗰年變動嘅時代。嗱，李儀有太太啦，當然過咗身啦。咁啊，李儀過咗身之後啊，揾翻曾經嗱呢一個咧，老實講係越軌嘅，係不倫之戀嚟嘅，因為喺1982年佢哋邂逅嘅。咁但係啊，未老實講，就算人包括阿李儀個啊第一個老婆啦。或者李儀自己啦，咁但係邱更詩佢自己60多歲仲喺度啊嘛，啊要將呢啲嘢咧，我唔知阿邱小姐啦有冇同阿李儀啊啲細路講過啦，咁但係我覺得都有啲容器，咁但係如果佢肯啊講出嚟咧，因為永遠啲咁嘅故事，你無論佢係愛情故事又好咧，其實側邊一定係你又可以好似阿陶傑話齋嘅喎。是更加立體咁樣睇呢一個人同埋呢個時代喎，因為李儀喺呢個時代係真係大家個心熟知啦，共產黨出身，經過佢自己都認啊嘛，經過好多思考啦，同埋自己辯證之後咧，佢最後成為一個咧即係死不改悔嘅反共人士啊。咁啊，我就冇乜睇見佢有，因為佢會 always stand on 呢一個抗爭者嗰邊。咁可能因此而令到阿 Q 仔好唔開啦。阿 Q 仔嗰陣時佢成日話：屌你講乜撚嘢都冇用啊！李儀，屌你咩共產黨嚟啊嘛你嚇！屌你都扮得曬嘢，而家扮得曬民主鬥士，真係咁類似咁樣。咁我陣時覺得好奇怪呢啲。咁你想點？咁都李儀係即係晚年都寫得出呢啲嘢喎。唔係你想點？有咁嘅思維喎。嚇！你想點？即係譬如而家劉夢紅咁樣嗱，我哋永遠我哋唔會用諸心論，起碼佢而家。係企喺人民嗰邊，起碼佢思維係進步啊，唔係退步啊。係啦，係向前行啊嘛。其實你如果嗰陣時有聽阿李儀喺港台做嗰個每日咩新書啊，即係嗰個有個咁嘅環節，好短嘅。你睇佢，你睇聽佢介紹嘅書咧，你都可以睇到呢個人嗰個思維嘅。好啦，咁啊，邱更詩小姐就話咧，好多人都知我係李儀嘅同事、夥伴、戰友，但係好少人知。在李儀人生最後階段，其實我是他太太 ，OK， 咁啊，
同場除休近師之外咧，嗱陶傑啦、林寶華啦、阿曹興成都去埋喎啊。咁啊，根據邱近師表示咧，佢同李儀喺1982年《中國時報》喺香港啊共用一張台。第一，李儀過身嘅時候係兩年前 ，OK， 兩年前佢86歲，即係話兩年前2022，即係1934年出世，44、54、64、74、34年出世，唔係話36年出世。屌計一計先，屌你老母閪，我好撚緊張呢啲嘅。2022-86係1936年出世，1982-1936就係呢個46歲。哇，46歲正當盛年，李儀仲要保羅紐曼咁撚樣。嗯，好啦，而阿邱近師小姐咧喺台灣過到嚟同佢共用一張台嘅時候咧，係26歲。嗯，好啦，李儀唔小心打爛佢個杯嚟認識嘅，後來兩人有經歷過共事咧，交往都分過手，就從此就互不往來。我諗點解會從此互不往來咧？個分手就梗係終於去到嗰個位，我始終有太太人啊嘛。OK， 好啦，直到2008年李儀太太過身之後咧，佢哋兩個因為林懷民2009年邀約喺印度去旅遊，先再碰頭，後來就一起共度後半生啦。咁咁巧嘅時間就係2009年。他們有個朋友叫林懷民，因為他們在印度是有心定無意，不要緊。OK， 2021年呢四月，李儀呢就飛到台灣，那時呢他就已經懷著很可能會定居台灣的心。為什麼呢？因為在2020年的7月呢就國安法頒布嘛，港版港法。在2022年的6月呢，他們兩人在台北登記結婚。OK，同年的10月李儀就演繹去世，終年86歲。好啦，這一本就叫什麼呢？我與李儀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哇，我這本東西我想可以都挺好看的，值得看的。他說40年來跟李儀在工作、生活、愛情、婚姻上面太多纏繞了。李儀突然離世，他都真的 很悲傷，但本書寫到最尾的時候，人是需要這樣的，心情就慢慢平復了。這樣說，李儀我很欣賞她的，就是她起碼不會因為，即是她晚年，不會因為她早年的思想和言論，她為了保持她有那種不能錯的形象，你知知識分子、學者，於是乎死頂下去。他是面對自己，認為他過去的思維是錯的，是全面反轉。咁反省啦。咁呢樣嘢好難嘅，雖然我哋成日話三省吾身，非常難嘅。好啦，我哋睇下呢個本書嘅相先。嗯。嗱，其實睇得出咧，邱女士咧，而家六啊花甲之年咧。年輕的時候咧，應該都 atable 嘅，真係靚女嚟嘅，尤其是真係有牙文化素養啦，嚇咁啊情深緣淺啦，咁但係都一段時間啊冇辦法啦呢啲 ，OK， 咁我哋睇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去揾下呢一本啦，香港應該有得賣啩，人都唔喺度，人都唔喺度，同埋講愛情。咁應該有得賣啩，我唔知啊，而家你只係講啲書局啦，屌你！小館就已經冇噶啦。冇，唔係你喺訂到嘛 ？I mean， 即係你話哇，屌訂翻嚟寄俾你，屌你諗呢度剝諗翻轉頭啊！真係難講。應該你話圖書館意思係咩？公共圖書館冇啦，唔會有啦。好啦，細細。